採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多項的。第一是取消所有的大型的活動，或者是取消一些非必要的聚會啊，樣。第二個呢就是餐飲業，這個也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但是為了做到快、準、狠，用最大的力度希望壓制到它不在 Omicron 不在香港傳播呢，我們要採取關於餐飲處所的措施呢，將是晚上六時後是全面禁止堂食，即是說呢就餐飲的處所是晚上六時後到第二朝早上四時五十九分都不能夠有堂食了。而其他在非堂食、非晚上堂食的安排呢，亦都是會收緊。